Welcome to AP Entertainment。曾经爱过，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何必一开始？欢笑以后带来的都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山盟抛在脑后？早知如此，何必？Thank you.